东西整遍购物台，网友敲碗，小 S 卖水晶。本节目由带你开心、带你飞的天猫小黑盒独家互动支持，是天猫小黑盒哦。天猫，你在哪？小黑盒，你在哪？不要自入行销也太浮夸了吧！好，徐熙娣，你觉得这六个人当中谁看起来是花钱花最凶的？新康熙，也就是小 S 蔡康永再度合体的新节目《真相吧花花万物》，在优酷播出不到一周，点阅破亿。节目主旨是一堆置入，不是来宾的购物推荐。这个是给那个康永哥的，哎，还蛮帅的，好适合你哦，好像宁采臣。这个古庙真的好有历史感哦，不知道里面供奉的是什么神仙呢？姥姥，首先第一件，这个非常精彩，就叫做啤酒真的变好喝了耶鸡。这个啤酒机用了之后，你会觉得啤酒 amazing amazing。哇，这首歌你听过没有？你知道谁的歌吗？谁的歌了 ？One two three， 下课。如果是早点知道西洋 APP 的话，我就可以通过西洋 APP。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修复好了很多呀？怎么变成购物台了呢？网友表示看不惯呐，还不如看真康熙之小 S 卖水晶。这个紫水晶呢，你只要放在家里随便一碰马上桃花。真的真的好甜啊，困不起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你的健康问题出状况了，胃很痛，胃出血。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？第二集只好看自己姐姐能不能再创高潮喽。